虽然漂亮，但是有没有看到它有一点点微透？我今天里面穿的是平口，如果呢你觉得很透的话，请你自己加一个细肩带背心。但是呢，夏天其实妞妞觉得无妨。好，重点卖的是它的版型，里面你想要加不想要加平口背心随便你。但是这一件呢是妞妞的独家，我超级喜欢的，而且这一件小孕妇也可以穿。好，它呢其实算一件小洋装，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穿一个短裤在里面当做是安全裤，长度非常好看，挖肩的这种摆度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。它其实前面呢是做一个简单的提花方领的造型。那这个蝴蝶结要做什么呢？其实它没有什么任何功用啦，它就是纯粹就是好看一个小造型而已。我偷偷的把挖肩做的比较小一点点，然后镂空的部分是算蛮正常的，不会让大家漏到里面的衣服。然后呢小小的挖肩，再来呢这个长度是大家公认最喜欢的，可以微遮阳，然后又像仙女的感觉，所以大家非常非常喜欢。基本上它不是裙子哦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加你裤子在里面哦，人人皆可驾驭的款式，不论你是高还是矮，通通都可以。它可以遮住屁股，遮住你肚子到这边所有全身上下的肉。即使我今天很胖，你看我穿起来这样子，但是也看不出来我的肉到哪边。如果你有个白色或是黑色的绑带，就这样把它拉起来，它可以变一件短上衣。好，这个绑带应该大家家里都有哦，随便自己找就可以了。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穿法。